今年压轴一项 M 品牌活动——众银香港网球公开赛2024，将会喺12月31日至到2024年嘅1月7日喺维园网球场同大家见面。今次系香港相隔21年之后，再次主办 ATP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。近期世界排名急升嘅王泽林当然会主场出击啦。仲有世界排名第5嘅卢比利夫、东京奥运银牌得主卡真诺夫、2014年美网冠军斯力等等，亦都会出战呢一项 ATP 250赛事。成为 M 品牌新成员嘅呢一个比赛，绝对值得大家去维园入场支持啊！中银香港网球公开赛2024，12月31日起，维园网球场，一齐支持 M 品牌活动。